要吃到有香港味的车仔面和街边的小食，真是那么难咩？我终于找到一家在萬錦廣場的 food court 里面，他们有香港地道的小食，有咸有甜有酸有冻有热，讲些东西给你们听，他是来自黄大仙的街坊，个个都识的大家姐，地址是萬錦廣場家乐美食坊，卡洛 Express 只此一家，外卖请电905604-8300，905604-8300，记得快点去帮衬啊！曾共度困阻奔波每一年，如同路患难每刻，总有支持。信念，无论异地或隔阻，总可再见面。携同着决意的理想，奔向飞驰。心一起同行，不孤单一人，齐抵抗暴雨，一起看战友祈求晚世到八年，荣光民主同。香港台2023并肩同行，依然有你，有你们的支持，香港台继续会紧守岗位做到最好。鸣谢以下商户排名不分先后：地产铁三角庄新、利安家私、 Scrumptious 黄店、大家好餐厅、郑太保险、 Twins Service 逍遥游、 Tannic Motors 青藏牛肉面、地产威廉、姨妈团购、 Beauty The Realtor Bear 地产红、永春方永康拳术馆、 TT Auto Beauty、 We Do Mortgage 太容易 Wax 风、 iPro Online Driving School。 早晨，各位欢迎来到开麦。今天的这集有我 Peter 在这里，想跟大家今天分享一點就是、另外一個城市的看法。這個不是加拿大的城市，是紐約，美國的紐約。話說呢，早前我就因為工作的關係就去了紐約一個星期，這個星期裡面呢，其實我就有一點改觀的對於紐約。先不講今次的 trip 見到什麼先，講回、倒數回在我來加拿大之前呢，其實小弟的家人呢、本身是有幾個選擇啦，可以去美國、可以去美國啦，可以去加拿大啦，可以去新加坡，可以去、澳洲，亦都可以去其他英聯邦的國家都得嘅。咁因為嗰陣時候有一個即家人嘅工作關係咧，咁所以就依啲咁嘅 option 啦，俾我揀。咁啊，我哋基本上除咗澳洲之外咧，頭先所講嘅地方咧，全部都親身去考察過。咁啊，包括新加坡啦，去體驗嗰陣時候嘅、究竟咩叫文明啦，因為嗰陣時候新加坡90年代咧，好多人都話新加坡好乾淨嘅嚇，你唔可以，因為大家都知道台即係邊形啦嚇，同埋嗰個即係打藤條啊咁樣，咁所以咧好多人咧有個嗰陣時候都傳出嚟話，哦，去新加坡要好小心啊，要乾淨啊，即係巴士上面咧唔可以吐口水啊，唔可以去即係食嘢啊等等啦。咁然之後就有除咗新加坡之外，就更加就去咗美國實地考察嘅。咁嗰陣時候我哋一去咧就去咗美國，差唔多成兩個月。咁咧就去真正去試下住入去，睇下會點樣環境。結果咧兩個月之後，我哋就基本上搭第一班機就走咗，就嚟即刻翻返多倫多，即係去多倫多啊！即刻去。咁所以某個程度上令到我美國不嬲，即除咗紐約之外，其他城市還好嘅。因為我曾經去過三藩市，曾經去過Pittsburgh 啦，曾經去過其他幾個唔同嘅大大小小城市。咁紐約真係俾我嘅印象係最差嘅。嗰次嗰一年啦，首先講咗嗰年發生咩事先。
嗰年我記得落機咧係 JFK 嚟嘅，即係個機場咁出嚟，咁然之後就有好多嘅唔少嘅即係人啦。咁因為因為不嬲 JFK 繁忙啦，咁然之後亦都有好多官員問嗰陣時候，亦都會問。我記得個即係個 project 雖然好細個，但係嗰個我記得係印象之中好深刻，就係、是、問夠兩句説話。咁可能我爹哋媽咪都唔係話啲英文太過流利嘅人，但係因為嗰陣時候我哋咧其實係有綠卡身份嘅。咁我但係咧佢哋就開好奇啦。你哋而家咪算係 land， 我哋就話唔係，我係想嚟旅行咁樣。咁咧嗰個移民官咧就問我哋。如果你哋唔係嘅話，咁不如我咁你哋其實咁樣會嘥咗個會係 waste 咗依個綠卡嘅機會喺你身上喎。你一係而家拎埋去，咁然之後我爹哋話死話唔得，我哋今次係想睇下先啫。咁佢竟然帶咗入間房裏邊，咁然之後就將我哋同爹哋媽咪分開咗，係啦。咁然之後就。淨係去我爹哋媽咪之後咁大個都仲冇話俾我聽係咩事，但係咧總一共喺嗰間房裏面留咗成兩個幾三個鐘，就係咁問佢哋嘢嘅。咁我同細佬因為即係雖然細，但係都比較懂事，都冇話去點樣去喊啊或者成啊，令到成件事好差嘅感覺或者成，咁都算啦。咁我哋總之完成咗，佢哋又俾我哋放行咗。咁我哋於是係入咗境。咁我哋嗰陣有個親戚。就住喺Queens 同埋 Flushing 都有地方住，咁咧佢就同我哋講咧，啊咁不如橫掂你都諗住住喺依度啦，咁不如去我哋嘅教友嗰度住啦，咁樣嚇等你哋真係體驗下啦。結果佢又俾咗 Flushing 嘅一個教友，咁係一對老夫婦嘅樓下，即係佢個 basement 點樣啊，就係有 walk out 嘅。咁我記得個 walk out basement 咧同依度係好差距好個個。即係印象差在乜嘢咧？就係、是如果大家有機會去 Flushing， 如果你知道以前嚇、即係講緊三十年前啦嘅 Flushing 嘅話，其實真係都幾破落噶嘛。即係你行落條街嗰度，嗰啲鐵絲網即係嗰啲人哋嗰啲欄杆啊，係一啲矮嘅鐵絲網。咁然之後你開咗道閘，咁然之後就入去啦。你就見到嚇，一係門口，一係就 basement 門口啊嘛。咁我哋就係咁樣嘅。我哋就住喺個 basement 嗰度，咁同依度嘅 walkout 咧，其實我印象之中嘅所有依一度嘅 walkout 咧，都係雖然話就分門，但係其實個門口都唔會話咁，即係會有少少隱蔽啦。但係哇，嗰陣就係直情喺條街上面嘅，咁於是咧出面咧啲車咧又好誇張喎，朝頭早夜晚咧都有人係好大聲音樂啊，好響安啊或者成，咁我哋就住咗入去啦。依間屋咧。真有啲嘢係冇得挑剔嘅，我知道，因為人哋安排咗俾你。例如話間屋有幾新淨啊，呢啲你冇得好講啊。人哋你又食得鹹魚抵得渴，你又要求人哋可以有個地方俾你住，咁或者人哋話安排俾你住，咁你冇得話啊！我咁安排俾我住好啊，係咪豪宅嚟㗎？你唔會咁問㗎嘛。咁我哋就逆來順受啦，又或者係即係有啲乜嘢我哋都照接受啦，嘗試下叫體驗啦。咁我確確實實住咗入去咧，我哋就見到。呢間係真係比較殘嘅屋嚟嘅，咁係都幾，我諗都有翻咁上下歷史啦，係真係有失嘅，咁但係都冇問題，我哋都當係習慣，算係其中一個部分啦嚇，當係警惕自己啦。但係我就係記得我哋行翻出去，好似第一日定第二日咧，咁有啲西班牙裔嘅人，或者係莫拉法種裔啦。佢行落嚟嘅時候，佢哋揸緊車響安，咁然之後見到我哋可能成家人咁樣就喺度係咁喺度同你講埋曬啲唔同唔知咩嘅文啦嗰陣時候，我爹哋就話西班牙話，咁然之後係咁指住我哋鬧，然之後俾曬宗旨我哋，係完全不解喎，點解咧？我又唔識你咁啊！咁我哋行上去大街，咁你知道去 New York 嘅 subway 嗰陣時候咧，其實都幾舊。又幾差，又幾大陣味。街道係有多水，又好污糟，好雜，好多好多人。我哋去過嗰陣時候 ，World Trade Center 仲喺度啦。咁我哋亦都去過紐約嘅嗰個 Central Park 啦，亦都去過好幾個唔同嘅地方，即係 Times Square 咁樣去睇啦。但係我哋感覺就係 New York 係好點解咁似香港嘅？即係除咗係即係住宅嗰方面啦，其他係咁似香港，同埋又咁舊，又咁破落，
有咁多人，好佢唔係俾你感覺上一個繁榮光鮮嘅地方，佢係俾到你係一個有罪惡嘅地方。你個感覺係點解會好似有佢地鐵咁樣啦 ？For example， 我哋即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即係佢你同佢同 TTC 比較，其實TTC 大家都知道已經是不算，即對比香港地鐵已經是有一個落差了，地鐵New York 那個還差一點下面那些老鼠真的太多了，那個時候都已經是很差，那些味啊水啊那些你看到那些牆那些磚的破落程度啊，你會覺得為什麼一個這麼繁榮的城市會這樣的呢？好像印象之中在香港沒有一個地鐵站會是這樣的，那當然不能比較，因為我們知道每一樣爛的東西、破爛的東西、破舊的東西後面還有一個原因，為什麼那個人不去keep，那不是地鐵，不是他們的政府不想keep，是根本身你keep不到的人口的膨脹程度，太多人移民去紐約，你想像一下現在有千多萬人口，差不多2000萬人口，他是世界上面其中一個最繁榮啦嚇，或者發達嘅城市，又有佢最好一面，有華爾街啦嚇，金融嘅心臟。但係同一個時間，佢就係有依啲嘅地方。點解咧？就係因為你嘅政府係太多基建要起，太多唔同問題、民生嘅問題要解決，太多好多其他嘅嘢要去做先。個 priority 未去到呢一個維修你個地鐵嘅磚，或者維修你地鐵嘅地鐵站咁樣。咁嗰次因為嗰加加埋埋嘅好多唔同因素啦，就結果令到即係我爹哋就好唔需要點樣講，就同我媽咪話：，都就算有親戚喺度，我哋都走啦。即係呢度好似真係唔係幾啱我哋。另外一個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我們坐我們的親戚車我們，然後我們車我們去吃餐廳，那個餐廳是那些類似 Applebee's 那些這樣的餐廳，我們記得我們坐進去，那它是卡位來的，那我們看一看 menu， 那我爹媽咪看到又是牛扒啊、薯條啊那些東西，那個侍應過來的時候那個態度是真的很差的，咁即典型嘅一種白人嘅嘴臉，即可能係某一啲人啦。咁於是就即係嗰種就即係嗰啲 what， 咁然之後 can you 即係佢會問我哋 can you speak faster 咁樣，即係會問我爹哋可唔可以講快啲。咁然之後即例如話可能有少少口音嘅，你話 steak 呢個字 steak， 咁然之後我哋講咗，然之後 what can you say that again louder 咁啊，即你會覺得哇這個什麼事啊，即是不是這麼誇張，我們很多人不明白美國和加拿大有什麼分別，為什麼 culture 上面為什麼那麼多人會說加拿大會熱愛和平啊，又或者為什麼那麼多人 appreciate 加拿大，美國就是你融入不到去裡面呢或者你變不到一個 American，就是說尊重 American value， 你尊重不到美國人可以要的東西的話或者他們他們 value 的東西變成美國人的話，你就不屬於這個國家。加拿大就有少許不同，加拿大就是我們會 identify 你是伊朗的加拿大人，那呢你就會是伊朗裔啦，那你會有你的文化，你會有你的衣著，你會有你的 language， OK 沒問題，只要你都同時 carry 到加拿大的就可以了。這個分別就在這裡，美國很多時候就將你那種亞裔啊，又或者什麼裔的身份就減到最小，然後就煲大了美國的這個身份，美國人的身份。加拿大就是兩樣東西平衡，你會說究竟咦 Peter 你這集是不是踩美國啊，踩美國啊不需要啊，你不是黃的嗎，還是你是藍的，突然之間其實我覺得這個不是黃藍的問題，而是有實事實說啦，有些東西真的你要去真正經歷過，在我的角度看我覺得這些真的是他的問題你去加拿大你去美國你去澳洲
都會遇到問題噶嘛，係咪先？即係我唔相信有人係一去到然之後好歡樂地咁就覺得哇成件事好好 smooth 啊，乜嘢都係好即係天地來俾我㗎，好開心咁啊！你總會遇到有啲困難，呢啲困難係同你嘅可能係你處事有關，亦都可能係當地嘅一啲文化有關。而美國嗰一次嘅經驗就話俾我聽。我哋唔適合美國，因為我哋未咁快融入到去做一個美國人。至少係我爹哋媽咪嘅，即係佢哋未必係啦，可以即刻融入到啦。我自己未必係啦，我啲細佬妹都未必係啦。咁所以唔會咁快融入去落去嘅。依個即係咁未咁快融入到入去嘅時候，我哋唔可能霎時之間就即刻可以接受到咯。即或者我哋其實當為新移民，你最想做嗰樣嘢就係你去到一個新嘅國家，你希望可以接受到，即刻有得 adapt。我哋係咪話 adapt 點樣去融入到入去？如果嗰個地方你去到兩個月，你都融入唔到入去嘅話，又或者你都覺得格格不入，其實即係話可能有機會你一係再下啲功夫，但係睇下你 sacrifice 你犧牲乜嘢先。先至去融入到入去，係咪你所犧牲嘅嘢係你接受唔到啊？定係犧牲嘅嘢係接受到？加拿大確確實實相對嚟講，你要犧牲嘅嘢係比喺美國係少。你犧牲你香港份工咯，就係咁簡單。你高收入啊嗰啲，其他同埋你犧牲你和暖嘅天氣咯，同埋洪水般嘅雨量咯。咁 other than that 咧，其實你好容易就 adapt 到。但係你美國咧，你要 adapt 入去美國嘅 culture， 你基本上你係要。唔講廣東話，你係要好快就要融入入去，因為佢嘅 expectation 佢嘅期望對你哋亦都係好快，就係你嚟得我國家，我就要你快快脆脆入。因為嗰時候我哋問過當執嗰陣時候嘅地區小學啦，我哋亦都親身入過去裏邊去睇，哇！發覺嗱，首先我哋問有冇中文班，冇。咁即係個，我記得個 principal 仲要好奇怪咁望住我，即係問：哦，點解你仲要學中文咧？你哋都嚟到美國啦，咁即係依個問題好反智，但係又好有智慧喎，好似咁係喎。咁點解我哋仲要學中文咧？咁然之後我哋就會話：哦，佢哋即係小學嘅話有冇點樣啲校巴點樣喎？佢咧就話：哦，你校巴你可以俾錢，咁但係咧。佢話佢呢一區咧就唔鼓勵你校巴嘅，因為一來會塞車，二來因為喺 flushing 嚇，二來因為其實好多小朋友都要行路翻學，佢鼓勵你行路翻學會容易啲融入社區。咁來自香港嘅我哋梗係覺得傻嘅咩？點樣行啊？冰天雪地係咪先？鬼識咩？仲要喎，因為我細佬係。同埋我阿妹，我哋係三個唔同嘅三間學校，咁我好難去嘅喎，我哋啲學校點去啊？即係我哋點樣行啊？我哋就算我媽咪如果送我哋，係好難送曬我哋三個喎。咁我哋話點算咧？依樣嘢好難做到喎，依樣嘢。咁所以令到嗰個難度更加增加啦嚇。同埋即係我哋嚟到加拿大初期咧，其實我哋去都係三間學校嘅，但係我哋三間學校咧。個距離咧唔算太遠，同埋我哋好快就喺隔離鄰舍揾到人嚟車我哋，而係同我同班嘅同學嚟嘅添。咁所以變咗嗰個成個過程好容易，好似真係好似頭先所講天跌落嚟俾你，你梗係要執住啦咁啊，係真係咁嘅感覺咯。但係美國就好似到處都係碰壁，例如話喺街上面又會，我哋一定要行咗成個 group 咁樣。然之後變咗然之後如果我係因為比較體型比較細啦，好多大隻嗰啲好快就爬過我哋，或者好容易就蕩失路，或者唔見咗我爹哋媽咪去咗邊度，唔知點解，可能太密質質啦，係啦，整個感覺就係咁樣，個人感覺啦，起碼就係，哦，咁所以變咗我哋當時新加坡我哋體驗過啦，我哋知道佢。我媽咪又好怕熱嘅一個人，佢話：喂，既然同香港一樣咁熱，點解我仲要去依度啊？我媽咪有好怕熱嘅人，然之後佢話：哇，我喺香港我都會流汗，但係唔會流得咁，即係唔會流到好似新加坡咁誇張喎。仲有新加坡係我哋去嗰兩個禮拜係一路落雨，
得陰天，然後又落雨，陰天有少少太陽，落雨，不斷咁樣 repeat。咁我哋覺得哇，咁樣嘅咩？咁我哋喺新加坡係冇人冇物嘅，直情親戚都冇。咁嗰時候係選擇即住hotel 啦咁啊。咁然之後喺 hotel 下邊咧有個小小嘅 arcade。小商場嗰啲嘛，咁咧咁啱咧，佢裏邊咧有一間咧就賣一啲港式嘅即係餐廳嗰啲嘢咁樣。咁之後我爹哋咧就同佢哋個老細又傾起，咁啊原來發覺大家都以前住荃灣嘅咁樣，咁啊傾啦。咁然之後我老細就係咁同我哋講話，哇！如果你真係要有得俾你揀嘅話，新加坡。不是不好，但是新加坡那個時候的新加坡，30年的新加坡在國際地位上面都不是說真的很一定未夠加拿大美國的了，不如美國加拿大會好一點，這個也是一個考慮因素啦。另外一件事就是他都說新加坡你說的英文呢其實會個口音很怪的，你這個又即你沒理由去一個咁講英文都唔係話真係好正嘅地方㗎，咁又我爹哋媽咪又諗啊，又係喎咁啊，咁然之後天氣問題啦，咁我哋已經見識過香港落雨啊、打風啊，咁新加坡又會，咁佢就覺得，唉，我哋冇理由，我哋就唔想，即係想去一個，如果要去一個國家嘅話，咁梗係去一個完全唔同嘅生活態度嘅國家啦，冇理由去翻啲咁雷同嘅國家，咁不如去台灣。係咪先？咁所以我哋就決定，都係唔好啦。發展機遇又係另外一樣嘢啦。咁所以即幾樣嘢夾埋就決定跌埋心水就去試完紐約就去加拿大啦。咁樣咁加拿大我哋大家都知道係咩境況嘅，即起碼我同我細佬唔知啊。嗰陣我係翻學校，我哋就係話俾識鬼話俾老師聽，我哋要去加拿大，但係加拿大係一個點樣國家唔知。加拿大有幾凍？唔知，冇人話過俾我哋聽，冇人預過。原來我哋第一落機嘅第一日就係-40°，冇人知。我唔記得啦。而家如果大家去新秀村啊 North York 嗰度，你就見到喺 Young 同埋嗰個 Church Avenue， 我唔記得叫 Church Avenue 啊，係咪叫 Churchill 嗰條 Churchill 啊 ？Sorry， Churchill 嗰度嗰間 Metro 啦，以前咧嗰度其實係有間 Burger King 嘅。Metro 咧以前係 Dominion 嚟嘅，咁咧嗰一邊咧本身咧係一個冇咁多高樓大廈啦。我就記得我哋第一日落機經過嗰度，全部都係白色嘅，係啦。第二日出嚟嗰時候見到啦，嗰個牌係嗰陣時候個 Burger King 個牌有一半係喺雪下邊，係咁誇張。咁所以變咗係好唔同嘅感覺咯。但是我們都接受了一件事，所以我就是說你去了一個國家的時候，不要因為那個計劃開了你就會立刻蜂擁去了那裡先，而是想清楚這個國家是不是你將會識去會喜歡的東西，就算不對不緊要再找咯。我們看到很多啦，英國很多人打道回府啦，回去香港啦，加拿大而家亦都開始出現咗一批人，就準備翻去香港啦嚇。個原因好簡單嘅啫，其實因為真係嗰個點樣 adapt 入去，可能同一批人去台灣冇問題，如果同一批人去日本冇問題，可嚟咗依啲國家西方國家，可能對於佢哋嚟講環境嘅轉變、語言上面嘅溝通，甚或者揾工上面嘅困難，亦都令到佢哋更加覺得係沮喪。咁呢個我明白嘅。咁正如我哋當初去美國嗰陣時候，嗰兩個月完全係冇諗過一個嗰陣時候美國係一個咁發達嘅國家，會有啲咁嘅事情發生，亦冇諗過仲要係最發達嘅城市會係咁樣。如果你話我哋當年去 Chicago 會唔會係唔同咧？可能有唔同噶。如果我哋當年係去 Houston 或者去 LA 會唔會有唔同咧？唔知。咁但係起碼我哋去嘅紐約呢個城市啦，係確確實實令到我哋成個觀感上面就覺得我哋唔適合美國，係啦。所以我知道依個聽落去對於好多人嚟講就會覺得，你咁樣倒緊迷喎，知唔知啊？倒緊好多即係俾想離開香港嘅人迷。咁我又覺得又唔係
想倒你去買，而係真係想俾個 fair warning 你哋，去知道如果你真係要去，就要把心一橫，有一段時間你要去適應嘅，去點 adapt 嘅。加拿大算是開放式咁樣去 adapt 啦。你依度你可以見到隨處見到中文嘅招牌，你可以隨處見到講廣東話嘅人。喺美國都會，紐約都而家都仲會有唐人街咯，係咯，冇啦。我其他地方就同埋美國，如果你一定識搭地鐵啦。你唔識搭地鐵嘅話，其實有好多地方你都幾難去。你話搭巴士得唔得？你會唔會啫？睇下，係啦。好似正如好多人嚟依度都話，一定要揸車，唔可以搭 TTC。係啊 ，TTC 都等成個鐘㗎，唔好講笑。有時候，同埋有時候地鐵 subway 都未必準時啊。所以就係因為每個地方都有依啲我哋所謂嘅 nuances， 你係要好搞清楚、釐定清楚你接唔接受到咯。係啦，接受唔到嘅唔緊要，唔係你嘅錯，唔係會代表你失敗，而只不過就係你嘗試咗啦，唔係你中意嘅個杯茶咁解啫。係啦，咁係咪等於嗰個地方係差？唔係，因為每個人點樣 interpret， 點樣去睇嗰樣嘢，亦都會有唔同。係啦，可能我嘅經驗當時喺紐約，俾好多人會覺得唔係啊，呢啲好小菜一碟，係咪先？好快融入咗，咪大聲過佢咯，咪同佢一齊鬥鬧咯。佢有槍，你有槍咯，或者大家鬥肥咯，或者即係咁講啦。咁但係可能對於好多人嚟講，覺得哦冇乜事啊，喺香港都見慣㗎啦，呢啲俾人嚟鬧啊或者咩係啊，香港咪仲渣嚇？你睇下女人街咁啊 ，OK 係啊，唔同嘅。對於我嚟講，我係親身體驗唔同啲。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前半 part 呢一部分咧，就想同你分享當年點解唔去紐約嘅原因。下半 part 接住嚟咧，就係最近一次去紐約嘅一啲見到嘅事實。咁啊，希望同大家繼續分享。轉頭一陣間，下集見。哇哇哇！好正啊！哎呀呀！唔使齋喺度羨慕人睇到極光啦，自己決定去睇咪得咯。2023年1月，孖住阿孖仔 Twin Service 同阿 Yango 同阿 Bruce 就一定睇到屬於你嘅極光啦。有人話一生人一定要點都睇一次極光噶，咁就要跟住香港人最 like 嘅逍遙遊 Twin Service 啦。快啲打電話去 book 啦！喂，喺多倫多要食到有香港味嘅車仔麵同街邊食，真係咁難咩？我終於揾到一間喺萬錦廣場嘅 food court 入邊，佢哋有香港地道嘅小食，有鹹有甜有酸有凍有熱，講啲嘢俾你哋聽啦。佢係來自黃大仙嘅街坊，個個都識嘅大家姐。地址係萬錦廣場家樂美食坊。卡洛 Express 只此一家，外卖请电905604-8300，905604-8300，记得快啲去帮衬啊！好，翻到嚟第二节嘅开麦，好啦，承接翻上一集，咁啊，而家讲紧咧就系啱啱去完纽约之后嘅少少经验啦。咁啊，今次我哋就唔系经 JFK， 就系 LaGuardia 嘅。LaGuardia 咧，我之前其實都曾經試過去一次。咁我哋嗰當年啦，我哋因為著落機係 JFK， 但係我哋走去加拿大咧就係 LGA 嘅 LaGuardia 嘅。印象之中係好舊嘅機場，但今次我哋嚟咧就見到哇！這個 LaGuardia 機場，唔錯，好闊落，好光。真係好光，即係嗰啲照明啊嗰啲好光線好充足啦，咁亦都見到好多嘅唔同嘅商店啦。你會覺得佢係一個係好現代化咗好多嘅一個機場，咁啊感覺上係唔錯嘅。咁同埋礙於因為即加拿大身份，我哋加拿大呢邊咧，如果去美國嘅話咧，其實會喺呢邊已經清咗關㗎啦。
又唔係要清咗關，即係過咗 customs 咯，過咗 immigration 啦。因為依邊其實會有 immigration 喺度嘅，咁佢哋就過喺度過咗，咁就過去。咁佢哋都係循例上問你點解你過去啊？你做邊一間公司啊？或者成成啦咁啊。咁好啦，咁啊好啦，去到嗰度喺 LaGuardia 出嚟嘅話咧，就喺如果你嗌 Uber 嘅話咧，或者你係接佢係有地鐵，你係可以 subway 你可以接出去啦。你亦都可以搭巴士啦，的士又有啦，當然亦都 Uber 啦，我哋就 Uber 啦。咁然之後我哋就 Uber 就喺依個 parking lot B 嗰邊嘅，咁然之後就喺嗰度，然之後再出去啦。咁我哋沿路你會覺得即係開頭嗰一段都冇咁就有少似 Toronto 啊，覺得啊都好多車喎咁樣。然之後開始咧就覺得咦呢個咁似香港嘅。點解啲路係好窄嘅？我哋喺過一條喺 LaGuardia 出翻去曼哈頓嗰邊咧，有一條橋我哋要經過。咁嗰條橋咧行人又有，鐵路又有，車又有。但問題咧，車嗰度咧就真係好窄、好窄、好窄。我甚至覺得有少少係似喺香港咧入去紅隧口。大家如果有機會揸車經過嘅話，你就知道三線定係四線，然之後夾埋變兩線嗰、那個感覺。五線啊 ，sorry， 好似係咪啊？一齊過完個站收費站，然之後一齊擁曬入去裏邊，佢就係嗰個感覺啦，係窄到咁咯。咁但係然之後入到去隧道咧，你都仲有少位，佢係冇位嘅。嗰條橋上面係冇位嘅。我哋嗰坐嗰架咧係架 SUV， 哇！見到個邊直情係～好近，太近了，我都覺得我是不可能適應的所以然之後就咁之後我就出返去市區啊等等啦。嗱，我今次住嗰個地方就叫 Soho， 咁大家都知道啦嚇，憑住好多歌手啊，好多嘅唔同嘅 pop culture 啊，電影啊裏邊都講 Soho 啊呢個地方啦，好 fashion 嘅，啊成件事好好潮嘅，你可以咁講嘅。確確實實係好多名店，條街上面有好多名店。我哋就住我哋喺 Crosby 嗰度，Crosby Street。咁我哋附近就有例如話好出名 Broom 啦嚇，亦都有 Broadway 啦嗰條街啦嚇。咁亦都有即會有好多嘅地方你會見到哦，好依間名店又喺度喎，呢間又喺度喎 ，Gucci 好大間㗎咁樣。但係你就會發覺有一個好大問題出現，就係、是。好多人食大麻係非常非常之多，係多過呢度好多，唔知點解嘅。我去咁多次喺香港，喺呢度嘅 downtown， 早排有 event 搞咁啊，於是基本上全日留喺 downtown， 我都冇好似紐約聞得咁多，係好誇張。一年咁多日，我日日都喺度聞緊大麻，日日都有人食。不是行過食就企喺度食，唔係企喺度食就坐喺度食，總之就食緊大麻，係好似彷彿係冇啦。sorry， 我哋已經唔賣煙嘅，全部都係大麻嚟。你會覺得係厭惡啊，直情係。我唔係反對大麻合法化，我係唔明點解會有咁多人食大麻喺紐約，即係多得好緊要。咁因為咁佢係自由啦，咁冇得講嘅呢樣嘢。咁但係只不過我覺得，即係你有心理準備，如果你去 Soho 啊，至少啊，係真係或者係 Times Square 都係好多大麻味，係周圍啲人喺度噴緊大麻。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好多唔同嘅種類嘅白卡啦。咁我哋多唔多？唔係冇，我哋多唔多都有白卡。我啲白卡咧喺地鐵會見到啦，會喺 downtown 會見到啦。咁如果你喺 downtown 嘅東邊嘅話咧，就更加多啦嚇。咁喺 Soho 咧，亦都見到唔少白卡，係啦。咁佢哋會係無論即係佢哋會見到明顯嘅衣著或者咩，但係更加俾我覺得我自己唔會係一個安全嘅情況，就係喺地鐵裏邊啦。裏邊係真係多白卡，同埋另外一樣你知道。某啲站咧，其實係冇人睇嘅。基本上佢係話：哦，有咩事你 call 警察啦，就係咁。佢可能幾個出口得一個出口係會有一個站頭咁樣啦。但係因為咧，佢同
我哋例如話我哋 TTC 或者咩好唔同嘅就係、是、你 TTC 你所有嘅入口咧都會去站頭嗰都會去一個站長室咁樣，經過站長室咁樣之後再落去睇，因為嗰度要俾錢啊買飛喺度經過度。調翻轉咧喺紐約就唔係啦，佢如果你上落去 subway， 你可能佢嗰度有個入閘機，入咗嘅入係咁多啦。你唔問想問路啊，冇人會幫你解答噶啦。你要行行得得得得得，你直接揾到嗰個 information 為止。但係咧，如果唔係咧，你就咁出入都得。咁變相咧，令咗好多，同埋佢啲入閘機咧，其實都係啲電子機嚟啫。咁變咗好多人嚇可以隨意咁出入，因為佢哋跳過咗咁就入到去啦。咁樣咁我哋見亦都見過有幾個都係咁樣。咁純粹體驗啦，我哋想睇下即係紐約嘅地鐵係點樣啦？同我即咁多年前，咁其實冇乜改變嘅。但係啲車卡咧係新淨咗嘅，嚇、這個係真嘅。少咗好多塗鴉，咁見到少咗好多唔同種類嘅臭味，係新淨咗光同埋個電子版係一個好大嘅優點嚟嘅。咁因為咧喺你知喺多倫多啦。我哋嘅 TTC 個電子嗰個所謂嘅電子地圖啊，嚇，只係去到下一個站咧就叮叮叮嗰盞燈咁樣著嘅啫。但係咧佢哋紐約嗰個咧係直情係每一個站講到明呢個係例如話邊條街同邊條街交界嘅，個站有站名，但係交界有交界名咁啊，列埋出嚟嘅。同埋佢會話即係佢唔會係一個地圖形式顯示出嚟咯。咁亦都有好多電子嘅，即喺架車裏邊嘅電子廣告啦，嚇、啊。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幾新穎嘅一樣嘢。但係雖然如果你去過深圳嘅話，啲深圳佢哋都有啦。咁所以香港都有啦，香港電視啦，係咪先？又有線睇啦。如果你搭東鐵嘅話，咁所以變咗但係喺個站裏邊都係咁污糟，仲係好多老鼠，仲係冇屏障咁。你會去同埋咧，好多時好多嘢發生啊！我哋喺搭兩三次嘅地鐵裏邊，都曾經出現過唔少嘅唔係故障，就係有人禍咁樣。咁你會覺得哇，都幾密喎！喺兩三次都俾我哋撞得到。咁我哋亦都行過由即係我哋蘇豪區咁樣去過。行落去，例如話搭車啦嚇 ，sorry， 咁然之後去個 Wall Street 嗰邊啦，咁去感受一下即係 Wall Street 嘅氣氛啦，都係俾你嘅印象覺得係好唔話唔會話係覺得最安全嘅地方，個人觀感啦嚇。有啲地方係比較暗啲，我未唔係咁 appreciate 依啲咁暗嘅地方咯，只可以話尤其是咁夜。係啦，咁同埋你會感覺上係，因為可能佢人口膨脹得太多，亦都會令到你即係你會罪案率會咁即係增加咗會好多嘅。咁食嘢方面其實某個程度上因為美金啦，個價錢咧其實係你可以想象加拿大嘅價錢，但係美金嚟嘅，仲要俾税，俾小費。係啦，只可以咁講。咁所以好多人就係你究竟習唔習慣嗰樣嘢啦？你究竟覺唔覺得你係咪消費得起咁貴啦？係啦，我會覺得我哋住嘅附近，我去過嗱一件事好即經歷啦，就係例如話我食麥當勞咁啊，因為我純粹想睇下比較下加拿大麥當勞同埋美國麥當勞係睇下有冇分別啦。咁確確實實嚇。我哋呢邊咧有一個叫做 Quarter Pounder BLT， 咁就係一塊扒啦。咁然之後咧 ，BLT 咧就係 bacon lettuce tomato， 咁你會加足即係呢三樣嘢嘅。咁啊落去咁就一個包咁樣。佢哋冇依樣嘢。咁我問啦，咦咁如果要加嘅話點樣加？咁佢話哦，你要逐樣加錢噶嘛。咁然之後好啦，我有 bacon 啊，加咗兩條，我有 tomato， 我亦都加咗兩塊。但我問佢 lettuce， 佢竟然話俾我聽，我呢度冇一塊塊嘅，最多都係俾啲即係生菜絲嚟嘅。嗱加拿大咧，印象之中咧都係生菜絲，但係嗰生菜絲係大條嘅。哇！佢俾嗰啲好似淨係呢個世界冇曬生菜啦，剩翻嗰嚿都俾埋你咁樣，係得嗰幾
條總係幼絲，係啦。咁望住然之後，哇！係呢個都幾不堪入目嘅一個 quarter bounder。咁然之後，總之嗰塊扒係確確實實係細啲嘅，成個包 size 都細啲。汽水佢哋用膠杯，透明膠杯，我哋加拿大都係用，仲係用紙杯，係啦。咁但我見其中一樣嘢發生咗就係、是我唔知道是美國文化定還是美國工作文化定點樣，但可能真係 take a break 啩，可能係啦。嗱，咁我入去嗰陣時候點完餐啦，咁其實咧店裏邊咧，好零零細細喺個汽水機隔離有三個男仔啦，即係非裔嘅男仔啦，咁坐喺度，咁然之後佢哋咧好大聲咁講嘢嘅，又開住音樂喺度 rap 啊又成嘅，我、哦、依、這個都 OK 嘅，我接受到。咁都冇乜嘢啊，又影響唔到我。咁然之後咧，喺我身邊咧有一個白人擦過。咁咧呢個白人咧，你經過嗰時候已經好大陣味啦。咁好大陣，又縮又壓嘅啦。你見到嗰啲衣衫，佢就冇著到上身嘅，佢就上身裏邊冇著到，但係佢披住一件好似好舊嘅牛仔褸咁樣。咁之後下身咧著住條短褲，就冇著鞋，就係著襪嘅啫。咁啊踩入嚟。咁然之後咧，佢好快步咁樣準備走埋去個 counter， 咁突然之間，其實三個男仔其中一個就唔記喺度，然之後同佢講，唔好再入我間鋪，出翻去 get out 咁樣。咁然之後我先見到個男仔冇戴麥當勞嗰頂帽咧，你都知佢哋員工咪好大，好有啲黑色帽冇戴到，但係佢著住麥當勞嘅衫，黑色衫，同埋嗰條褲，我先見到，哦，原來你係員工嚟啊！佢以為員工。就算休息都應該有個休息室啊，又或者你冇休息室，你都唔會咁樣放曬 music 啊咁樣，即你會覺得係唔同啲嘅。我家人係未試過，食咗咁多年麥當勞我都未見過。咁不過呢樣嘢佢就好盡忠職守啊，因為佢即刻捉住白人就同佢講話：你同我出翻去，你入嚟又係即佢想保護間鋪頭啦。咁然之後個白人咧，好明顯就其實可能入嚟係唔知偷錢啦，定或者 whatever 啦。咁於是就即刻。即係粗口咁回敬呢個黑人，咁然之後行翻出去啦咁樣。我同埋我另外一樣嘢會覺得美國我會多或者可能因為真係遊客區啦 ，Times Square。我哋見咗好多唔同嘅種族嘅人都係多數都係喺 Times Square 嗰頭。你話喺 Soho 嗰度係少嘅，真係少嘅。都係白人多，或者非洲人多，或者西班牙人，但還真係面孔真係好少喺蘇豪，所以我感覺上就係、是，可能係我哋住嗰區啩，係咯，咁我普遍嚟講，我覺得其實同廿幾三十年前比較，可能因為住嘅區份唔同，呢、這個區我都會覺得係都可以接受到。係啦，唔係一啲接受唔到嘅地區。我會覺得係佢會，你會覺得遊客嚟講係 OK 咯，喺度住一個星期係 OK 嘅，係啦。咁整體嚟講，因為我住嗰度附近咧，其實 Crosby 冇幾遠咧，就已經係唐人街嚟嘅。咁我真係有兜過唐人街，但係咧發覺唐人街咧係佢有好多招牌，唐人招牌嚇，又有飯團啊，又有成啦。咁但係你會覺得個感覺唔係電影裏面見嘅唐人街，或者係好多唐人，反而好多遊客喺嗰度嚇，唔知點解喎？咁係啊，咁因為嗰度咧有個站咧，直情嗰、那個我記得嗰個牌啊，都係用嗰啲紙皮石砌咗出嗰、那個華埠啊嗰、那個字出嚟，係啦。咁所以我感覺上唔知咩環特色係少咗好多，因為點解咧？我當年就算去 Flushing 咧，我哋都覺得都有啲唔同嗰陣喺鐵路下邊咧，有一排嘅酒樓嚇，或者啲食肆啊，好大個牌寫住咩台山唔知乜鬼嘢咩煲啊，又或者咁樣，即係好環特色嘅，但係。你而家去咧就見咗少咗好多咯，即係少咗咯，係啦，咁係一個強烈嘅對比嚟嘅，亦都可能因為近年佢哋
多了很多不同種族的移民啦，已經不再限於是華人，所以變成華尤其是華人很多他們已經不再在華人的這個唐人街生存，而是落腳點已經不需要只是在那裡，因為以前來說很多的華人啦，第一個地點啦，落腳點啦，就一定是可能紐約的華人唐人街，又或者是去開那裡附近住，然後才慢慢再出去。現在很多直接連唐人街都不經了，都不需要了。你可以問一下，現在就算你來加拿大，很多人都不會去特登去 Spadina 那邊唐人街華埠那裡啦，個個直接落去新秀村去 North York 啦，是不是？所以已經少了很多人會這樣做，所以唐人街已經沒有什麼那種的特色咯，只可以這樣說。而我整體我會覺得，如果你說現在再去住生活，我都未必會這樣生活，因為即使紐約可能是已經擴闊了，即大了啦，它的你住的地方，但是我們即我會知道紐約的交通其實都未說真的很它解決不到一些很基本的問題，好像剛才所說，你如果要搭地鐵的話，你都是要搭很久的地鐵才可以回到去。我們 TTC 可能因為例如說紐約呢是有很多條線的嘛，真的太多了，所以變成你由一條線轉到另一條線再轉到另一條線，其實那個時間是都多的，所以某個程度上對於我來說，我不是一個喜歡這樣的人，搭那麼多程車的人，然後還要好了，你要去看巴士啦，如果你搭巴士啦，哇，它那個塞車程度真的誇張，跟多倫多都有得比，但是多倫多也都有它很快就，你行 local 有些問題都可以解決到的，但紐約就難一點了，你不經過那條路你是去不到，所以這個也是另外一件事了。我知道很多它現在有很多措施，例如說紐約你可以去租單車，你可以隨處可以見到那些花旗銀行啦贊助的那些單車啦，整街都是很多單車，很多人會選擇搭單車，我覺得這個是一件好事，因為你又不想你又想避了交通，又想準時回到，又想一路都可以走到動到，唯有是單車咯。還有我始終覺得個清潔環境不是多不多咁樣，所以變咗我覺得今次去紐約就更加印證住我，如果要我融入去紐約呢個地方，我未必咁容易做到。好多嘢我嘅 preference 同其他人唔同，例如我 preference 係我中意夜晚唔好咁黑嘅，咁呢個冇啦。呢樣嘢真係 sorry 啦，做唔到呢個喺 at least 喺我哋住嗰啲地方一定做唔到。我唔中意咁多可能係好似頭先所講有大麻啊，又或者會有機會有罪行發生嘅地方。都係罪行發生邊度都會有機會，係咪先？咁但係確確實實我又唔係好即大麻呢樣嘢，佢嘅吸食程度真係太緊要啦！我見到同埋我會覺得如果我想住嘅地方，我都想住嗰個嘅subway啦，會係一個比較好少少嘅經驗咯，而唔係喂真係邊個阿豬阿狗真係跳個鐵閘就可以入嚟坐車啦咁樣，即係唔係嗰種咁安全咯，係啦，即係始終你 TTC 都唔會有咁樣嘅措施咯，係啦，你原來就咁入就可以入到咁樣，所以即係呢一樣嘢，我覺得佢係真係要。即係需要 improve 嘅，如果唔係佢蝕錢嘅都係佢哋，或者令到治安差都係佢哋。而確實實我搭咗幾個站，我哋真係一個警察都未見過，巡車嘅都冇。我係試過坐其中一卡，係直情嗰啲即係嗰啲音樂係好大聲啊，喺裏邊隨放音樂啊，真係直接係直情就好似你平時對紐約嘅印象咁樣，好大好多音樂啊，好焚機啊咁樣。所以就算俾我再揀，我都未必會咁揀。所以即紐約有佢嘅好啦。頭先所講，你地鐵裏邊你見到嗰啲熒光幕嘅display 啦，已經唔同咗啦。佢始終都係佢有佢好嘅
金融名脈啦嚇，有佢世界地位喺度啦。不得不讚佢有好多好多嘢食，真係好多嘢食。隨處去你都可以有好多食到好多唔同地區嘅好地道即係例如你想食嘢就日本開嘅地方啦，你想去食西班牙嘢嗰個又有，即係佢會係多嘅。加拿大咧，你係多唔多？你都要揾一揾。例如你想食正宗嘅墨西哥，你真係要揾一揾，或者菲律賓嘅餐廳咁，你真係要唔係多咁樣，但係嗰邊咧係比較多嘅，係啦，即係你真係咩酷先，佢都會有人開緊一間餐廳。咁你點樣去到嗰度嘅先係一個問題啫咁樣。咁呢個係好，佢又好，佢又好就係、紐約佢會。始終你會見到佢 appreciate 到佢點解佢會一個世界嘅命脈中心，因為啲人做嘢快，處事快，呢個係真嘅。我亦都喺 WeWork 嗰度做嘢啦，咁即係我去咗租咗 WeWork 嘅一個 office 啦，臨時租咗幾日，咁我見到佢哋嗰種嘅效率係非常之快。我有個問題要解決，佢真係可以即刻幫我解決，佢唔係。好啦，轉頭我個人揾你嗰啲，佢係即刻過嚟同你解決，我覺得有幾 appreciate 嘅。咁餐廳食肆多，頭先講咗啦。咁我覺得依啲原因都係，如果你係適應到嘅，中意依啲原因嘅，你就會覺得好享受咯。但對於我嚟講咧，就未必啦。咁所以New York 我會覺得好似今日個 topic title 咁樣 ，New York is still old York。對於我嚟講 ，still old 啦，應該話，我都覺得同以往嘅 New York 係即係相差唔大咯。冇令到我增加到嘅好感咯。可能因為當到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啩，係啦，咁係啦，咁只不過你會覺得啊，多咗人，多咗嘅唔同嘅入嚟嘅人口，佢點樣令到紐約再更加好啲咧？會唔會有啲？嘢佢可以處理咗，例如話 Times Square 咁塞車，係咪可以解決到咧？係嘛？咁紐約嘅扒手啊，即係嗰啲罪案率啊，都係一路都高企，有冇人去處理下咧？咁啊，咁即係依啲問題隨住人口咁多人口嘅時候，佢哋會唔會同我哋當年去嗰陣時候係有冇 improve 過？睇落就冇啦。咁所以呢啲就係你要 adapt 去嘅其中一個原因啦，或者一個你要去接受嘅嘢啦，係啦。咁講下講下，原來時間差唔多，咁所以咧今集係咯，希望大家俾到少少啟示大家。如果真係要去 New York 嘅話，就係一個咁樣嘅城市啦。咁作為遊客 OK 嘅，係啦。咁只要你小心啲銀包，唔好著得特別光鮮，咁我覺得 OK 嘅。係啦，咁我會如果你話移民嘅話咧，我都係會選擇翻當地嘅。好，今集就講到呢度，咁啊下集繼續同大家傾偈，拜拜。曾共渡困阻，奔波每日年，如同路患難。总有支持，无分离或忘，和明天一起每天，齐盼望同寄望，分享这信念。无论异地或隔阻，总可再见面，携同着热烈的理想，奔向飞驰。心一起同行，不孤单一人，齐抵抗暴雨。看自由祈求晚世到末流，荣光民主同行。Spirit of Hong Kong。香港台2023，并肩同行，依然有你。有你们的支持，香港台继续会紧守岗位，做到最好。明谢以下商户排名不分先后：地产铁三角庄新、利安家私、Scrumptious 黄店、大家好餐厅、
郑太保险、 Twins Surface 逍遥游、 Tannic Motors 青藏牛肉面、地产威廉、姨妈团购、 Beauty The Realtor Bear 地产红、永春方永康拳术馆、 TT Auto Beauty、 We Do Mortgage 太容易 Wax 风、 iPro Online Driving School。